在干嘛？装修方案已经花这么多了。这是我的房间。对，看看有什么要修改的。都挺好的。我可以再加一个捕梦网吗？我小时候特别想要这种英式田园风的捕梦网，还有窗帘。不过家里没有条件，没想到现在终于有机会装了。没想到我也有和别人讨论怎么设计自己家的时候。明早我就准备采购材料，开始动工。等一下，我这种风格的捕梦网和窗帘，会不会和你之前设计的古风的装修出入很大呀？那个方案我已经否决掉了，我会重新做的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想要太平变回古时候的样子啦？那是为了方便你找到回家的路，现在既然你已经回来了。当然要以你的想法为主。还是综合一下我们俩的审美喜好吧，毕竟以后还是要在同一个屋檐下住很久很久的。不要老是迁就我。